各位好，欢迎收看这一节天文台的天气节目，我是黎宏俊。来到大概七点钟，各区气温是介乎在27至29度。而天色方面，在维港望出去可以看到，今天天上面主要都是比较多云为主的。其实在卫星云图可以看到，同一道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活动影响着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。其实在雷达图都可以看到，里面夹杂住一些雨区，不时由南向北影响我们，为我们带来一些骤雨。我们预计今天的天气都是会持续的，所以受到广阔低压槽影响，今天会是大致多云，有几阵的骤雨，局部地区有雷暴，日间天气炎热，最高气温大概32度，吹和缓的偏南风。我们预计未来一两日继续受到广阔低压槽的影响，广东沿岸地区天气是不稳定，会有骤雨和雷暴的。而去到下个星期中至到后期，受到一股西南气流的影响，华南沿岸地区会天气炎热，不过仍然都会是有骤雨的。所以天气展望方面，预计未来一两日会是间中有骤雨和雷暴，而去到下个星期中期会是短暂时间有阳光，天气炎热，但仍然都会有几阵的骤雨。所以嚟紧几日大家出门口记得带翻把遮啦。天气讲到呢度，下次见。